你看他那个发球多快，真漂亮，就你得你的分，但是你只要不回来我这边轻松得分，我比你还容易。比赛开始，首先获得球权的是主场作战，又能得分又愿意助攻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这个阿尔德里奇拉得太靠高位了啊，攻了，轻松啊，嗯，还是利用自己的脚步，全花班啊，全花班打你双外援，阿联外线三分，你不上来我就投。阿联本赛季的时候也会打一段时间的全花班啊，哎，好球，易建联在篮下，犯规，二加一打中，小杨呀，在这个经验上。没办法啊，都是一天一天累积出来的。嗯，防守呢还确实现在只能顾着一下。哎，再这球漂亮，阿联，哎，徐杰这个球给的好。OK， 再一次有请出我们的篮球后卫。又抢到一个进攻篮板球，他今年的进攻篮板球啊非常的亮眼，好球，嘿，这个应该防备不了，没经验，对，扑这个三分投手，这是让整个体系能够运作的一个基础，篮下空漂亮，你看这边肉动就多了，嗯，不上来，嘿，掉的有经验啊，阿联没人防，他现在外线都放了，三分命中，他外线基本上是不是任骏飞啊，阿联全放，也是打动了一个篮下，二打一，你打进了，但是你回不回来，现在是空投转换，一秒钟，阿联快速的出手，有一个再进，哇，今天易建联那个三分球进了，哎，苏伟进去了，要，哎，任骏飞给到阿联。嘿，收的太小了，四打二，给到阿联，阿联等了等啊，一看这对手实在没贴上，也有这个传球失误，四打一，给球漂亮，田野找到了跟进的阿联，你看他这个发球多快，真漂亮，就你得你的分，但是你只要不回来，我这边轻松得分，我比你还容易。虽然这进攻篮板球，这是应该是第四个了啊，错位，四十分，对，篮下实在是没有高点，放，哎，这个站的位置稍微靠近一点，阿联，这位置绝对打的，四十二分，哎呀，你看阿联是，嗯，这样呢全。